说他们俱乐部常常就是说有这种，就是说互相是互相学习传承的这种意味很那个。有江宏杰的交手过程，哦，他又潜到了桌面下了，那个特殊的发球。像这种职业运动员就是一年的休假没有多长啊，就是说有一些假其实机会很少陪家人。好球，还有啊，就是就觉得很轻松啊，就是打法上啊，或者是说一些路子上，好球，哦，哦啦啦。哦，乔老夫跟皮尔森致意，是一个幸运球哦，不是故意要拆你这个老骨头。速度上就跟不上了，表演了。好，啊。我们看奥恰这个球救得非常非常的高的 A 级教练，他从乌克兰基辅搬到德国去。哇，哦，尝试反击哦，皮尔森，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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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觉得啊，皮尔森真的是我们说，时代的眼泪。对，当时当然是非常强啊。现在是徒弟跟师傅练打了嘛。哇 ，smash 扣杀。哦，还有。茂先生还是知道。都又爬过去，哇哦！皮尔森还来得及回来，哇，进去！哇，好球！哇哦，看不到了！哇，相当精彩！哇，乔老夫他要求暂停，他被皮尔森操得太累了。皮尔森说：“哇，他把年轻人操到喊暂停，太精彩了！这几个来回，而且都还真的把球救回去。对，而且还力量还是掌握得很好。对对对，哇，像这个扣杀，哇，反手。”背后击球的感觉，这个还打回去，这个对呀，啊，这还可以打得回去，哇！我这边他已经准备要去后面接了嘛，第一时间就往后跑了，远台。哇，这个。他觉得也很纳闷，为什么没有拉倒？好球！哈哈哈！卡洛夫示意说：“皮尔森，哇，老崩老吼，嘛就烂的，呵呵。”这是百看不厌的特色啊。哇，哦！杀人呐，啊！
两板过去东中路，哇！今天用斜角的调动，我跟大家预告的就是稍后的那一场，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的赛事，预计呢是在5:50。今天1月2号5:50开始玩，他这个近台的攻击，威力十足啊！救起来！哇！球打破了！居然把乒乓球给打破了！相当暴力型的打法，好家伙！哇！又把球给打破了！哇！乔隆夫他说要带回去做纪念。哇！我们看这个慢动作。果然是战斗民族啊，哇，超暴力型的打法，这个高压的扣杀竟然把球给一分为二，把球打破。然后加洛夫还说去拿，他现在拿胶带把它粘起来，不过来看就这一板，哇，10-7还是赛末点。皮尔森又救回来，哇哦！奥恰洛夫在转动台桌，哇！奥恰洛夫是希望让皮尔森多打几球，然后。哇，皮尔森真的就把他救回来。这个时候还是要扭几个，量一下，量一下。好，我这个弹到了。我们给西普尔裁判老师。那我要去把他敲回来。10-8。哦，真的要转一圈的，两个人就在旁边而已了。哇！49岁的老将皮尔森，皮尔森拿下胜利。非常精彩的，几乎是父子党、师徒党的大对决了。奥恰洛夫。